下一位，地下 freestyle 王者小青龙，有请下一位。各位制作人好，我是小青龙，开山怪 Monster Gang。哎，小青龙，你好，你玩 hip hop 玩多久？到现在应该是4年，但是前3年是一直在 freestyle 这样子，然后真正做音乐的话，可能从去年到现在。你所谓的真正的 freestyle 是你有去表演还是去？去参加比赛。哦，比赛有名次的吗？还是有？有名次，我比过15场13个冠军。我俩比过赛，当时不幸输给了他。15场13个冠军，这比很多拳击手还厉害啊！但你知道，刚刚就是有一些也是差不多，都是跟你一样，在 freestyle 上面能力都还不错。但是当你就是配上了旋律，然后配上了节奏之后呢，可能跟你 freestyle 的方式又有一些落差。我希望你在表演的时候要好蛮注意这个部分的。好的，谢谢阿宇老师。Skit it, DJ Drade。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，人生是个局，所以下好你的棋。想要拿冠军，但可能还太嫩，所以谢谢你们给的所有羡慕嫉妒恨。我根本就没想过能够把谁取代，从云南飞来北京只是纯属意外。关于梦想太美好，可现实不可抵赖，我很无奈，我和人生总是一次次的比赛。也许这一场可以取得好的成绩，也许下一场可以获取更多人气，期待下一场足够证明我的能力，那就下一场帮我对手修好坟地。无所畏惧，因为拥有不灭之身，哪怕前方的道路上面全是别人挖的坑，我从未感到落魄，也不会变得堕落。我不想美好的风景都被我给错过，不必伪装，一句话想怎么能逃离现实的框。试过了所有的方法，幸运的女神总和我天各一方，那地方或许充满温暖阳光，为此应该让自己变得和你不一样。他一看就是非常懂得去处理自己的韵脚的，所有的押韵都押得很有意思，而且都是在变换词汇。15个比赛13个冠军，这对，果然有两把刷子，加油。好，谢谢瑞果老师。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好恭喜的，我就能全票通过。